that.英雄魂这个华金杯比赛今天晚上的第七场比赛，现在是中国武术协会刘虎雷为您做现场的技术评论。场上进行的是80公斤级选手之间的较量，头风选手现在一如既往干了一个假动作，但是蓝风选手非常顽强，在收缠的时候呢，他是及时的进行西卡的反击。蓝风选手呢，在进行反击的时候呢，对头部的保护应该说还是有点的破绽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是连续的两记三拳，这种线路上的变化应该说呢，是他这种攻击意识比较明确，而且战术上有比较好的一些突盘的想法。按照比赛规则规定呢，这种接触摔是不能够得分的。在比赛中呢，应该根据规则的规定和自己的技术特点，有效的进行一些良好的发挥。好，我看一个鞭腿的迎击，在组合的拼打中呢，我们看到说中锋选手呢现在是占据了主动，而且技战术的发挥也比较正常。现在呢，对对方呢进行了有效的压制。所以中锋选手啊，要注意呢，不要急于求成，要按部就班。比赛中讲究的是击中相生，在线路上应该一个鞭腿。我们看到说，现在呢，就中锋选手对头部的保护还不能有懈怠。串腿摔，这是中国散打摔法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技术动作。对手打得非常顽强，而且呢，他这个反击的意识应该说始终还是保持良好的状态。还有一个前腿组合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命中重力啊不是非常的明显。中国选手呢，现在注意呢，距离调整的时候呢，找好这个时机。好，跳出圈外，对方现在是长距离的这种长途奔袭的打法，一个横向的摆拳。这回合时间也不多了，注意头部保护，转身鞭腿，大音未落。先声夺人呢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开局以后呢，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出方冷箭，我们看到这个打得非常刁钻突然。这今天晚上的第七场比赛，这是两个选手之间的第三回合较量，力足不稳呢，本身就是七水半边空。
现在我们看到中锋选手、红锋选手呢，现在是步伐跟进，应该还是非常的快速。正所谓是手打三分，脚打技，迎人拳平脚下击，那么有效的距离控制，步伐移动，那么才能创造更好的条件来控制对方。这扫地，但是我们看到几次动作呢，还是不够自信。因为双方啊是在这种运动中对抗条件下，就是移动中的相互的因果关系，互相的制约。那么说有效的做动作呢，确实受到很多的限制。转身腿漂亮，还有，这连续几个组合，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有效。现在我们看到蓝方选手呢比较聪明，掌握一下比赛的这种节奏调整变化。到这个回合之后呢，双方的这种体能消耗比较大，所以呢动作会有所变形。中方选手呢还要注意呢对头部的保护，这个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动作的规范度。抵近之后呢，就没有有效的打击空间。转身腿连续的，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对自己的这个腿法使用还是非常的有信心。好，反击，尤其在退后的过程中及时进行反击。现在是由中国武术协会刘培联做现场的技术评论。这里是2015英雄国世界搏击争霸赛的比赛现场，我们是山东临沂为您现场直播比赛。连续腿法，我们看到在场面上，从点数上呢，我们中锋选手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。但是对手打得非常的顽强，而且他的基本功确实展示的还是比较的淋漓尽致。连续的后腿拳法。好，这回合的时间不多了，这个时候呢要一保不失。现在是倒计时，好，比赛时间到。
我们。机会就会再等。